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去先吃个拌面，因为我担心去那个新找的地方没有吃的，所以我们先在这边来吃东西。因为我今天想找一个有可以加水的地方，然后那哥俩呢，他们应该明天到，那两个开的还挺快的，应该明天到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汇合了，我先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这种注册地，在这等他们。这边比较熟，我就先来这边，然后吃个拌面啊，就还是到他们家来吃拌面。现在老板做还可以，要一个锅油肉拌面。锅油肉拌面，好，坐这。咱们包点蒜。好了，我们的拌面到了。今天吃锅油肉，经典中的经典啊！新疆锅油肉拌面，全部吧。搞得像自己要加面一样，感觉是加不动了。他们家的量还是挺大的，感觉有点加不动。其实，哎，搞口，香啊！一口蒜，一口面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太爽了！这碗面，逮过油肉现在28，他们28，啊。哦，吃饱了就想睡觉了啊！嘿嘿，这边有个停车场，我先去这边的停车场看看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水。哦，这个停车场还在修缮。这边全是这种浇花的水管，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。好吧，我们再去那边逛逛。这边是蓝湖公园，那天我从这边过来的时候，在这边看到有一个停车场，我现在步行走上来看一看，看看这个停车场怎么样。它貌似好像停满了，停满了。这边是有厕所，好像是，厕所好像就在这边。看看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是可以接水的嘛？看这个地方有个管子。应该是可以接水的，他们办公室用的水。这边还有电，卫生间在这儿。这个地方挺好的，一个车的话是挺好的，三个车停到这儿的话会略显拥挤了。但是现在是没有车位啊，想停都停不了。回来的路上，你看我看到了啥？看到了桑葚哦，这个红的哟，嘿嘿，尝一颗。不行，
那摘了好多下来。哇、哦、这山上好酸啊。不行不行。我吃了一口酸的我。啊，刚刚那颗有问题，刚刚那颗是红的，这种桑子要这种黑的乌黑的，这种才甜。尝一下，啥也太厚了，厚了、不行，酸。酸吗？酸酸酸。来，小伙子，把它摇两下子来。啊？摇。我帮你摇是吧？嗯。来吧。咱们也不，我们这怎么摇啊？摇树枝吗？啊，你就搬树枝摇嘛。我的天哪！我这个大嘴巴子摇。啊？这下不来。哎呦，这个感觉没熟啊。哦，没熟。没熟。哎，张师傅这个还是可以。来，没熟没熟。我刚刚尝了一颗，就好酸啊。是吧？嗯。不行，你敢爬吗？这个下不来，要爬上去啊！老爷子小心，老爷子小心啊！你看，这还有一个爬，哈哎呦！哎呀，老爷子，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吧，算了算了，这个不太好上这个树。劝了劝，老爷子没上去，看他爬树就有点。吓到了，一会儿摔下来咋办？然后这边这个桑子啊，就还是差点，还是差点。那哈密那个关节带我们那个百年的那种桑子树，哇，那个好甜的。这个吃了一颗就很酸，出太阳了，好呀，这样咱们那个房车又可以充充电了。家有小浪浪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给小喇叭狗，马上到我怀里边来了，生怕我再给它丢掉，是不是？小浪狗，你先过去，我查一下地方啊，查下地方，我们去找个驻车地去。找了一个说可以接水的地方，咱们开过去看看，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。还有1.4公里到这个驻车地啊，但是就这边现在这样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边还像是新城一样的，那边还是电站，总觉得这边停车不是特别的理想啊。就比如说要出去吃个东西啊之类的，就很偏僻。先过去看看吧，来都来了，过去看一眼，然后我们再不行的话再换地方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150米号到达。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车友咋找着的呀？真的是佩服他们。这边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。哎，其实还是可以的啊，我看到已经看到水管了。其实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在这边就别想着吃东西了，只能自己做。来吧，我们先下车 look 先下车 look 这边倒是挺清静的啊，清静倒是很清静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水啊？这个，我的天！哦，没有水啊，这哪儿来水啊？可能还有个总闸没开，开了的话它就会呲水出来，但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呀。那没有水我来这儿干啥呢？我来这儿找水，看我看到了啥。喝一个，这是酸奶是吧？手法再来两下。哎，看来这个手法，可以可以。哎，看这边好像开始有水了。哎，
它这个水好像是自来水啊，还真是自来水。我是不是在这等一等，它下午就会浇花呀，我就可以接水了。来尝尝我们的这个冰镇的这个酸奶，哇，很好喝，它加了蜂蜜的，然后有冰，然后配上酸奶，那调配的这个味道调得很好，好喝。妈的，喝完这个酸奶再走吧，来下来，浪浪下来。去遛个浪浪去，嘿嘿，跳一跳，玩一玩。拿个纸，我要给它拉了，好都是。顺便给这个通风垫86%的垫子充了。别叫，跟谁学的？一天不学好，学别人叫，啊？是不是和宠物医院那些狗学的？啊？这是叫啥呢？这个喝起来很解暑啊，到中午还是有点热。干啥呢？想到了，不准上去，到这来，过来，不能动，站好了，戳个帕子。这好久没有用这个帕子了，这站着啊。滚动啊，别上来啊，哎呀，下午这会儿还挺热啊，别动，叫屁。戳个帕子，哎呦，烫，开的是热水。哎，搓一搓，把脚一擦，我发现小浪浪现在格外的娇气，你看，谁允许动了？上来，过来，这儿，别动，站着。谁允许动的？怎么自己跑下去了？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，啊？几天不管你，不听话了是不是？不听话就不要你喽。好，上来。要的啊。怎么会舍得不要你呢？嗯，行了呢，又重新找了一个窝点啊，就在这附近，离这儿2公里的地方。保持直行，说是那边的水特别好用，特别好用。咱们过去看看，反正这边的水是不好用的，到目前还没水。刚去看了一下，从导航提示的那个地方进不去。我现在从这边绕过去看看。您已偏航。这个路上为什么会有个电线杆？掉头。考验。考验咱们车技的时候。没有水呀，停在这儿没有水呀。走了，右转。到这边我又找了一个停车场。我现在发现他们这个湿地公园啊，这边
到处都是停车场，有很多这样的停车场。把车停到这儿，因为我在这个位置好像隐约看到了这个建筑，感觉有点像厕所。如果这附近有厕所的话，那不就意味着有水了吗？就这栋建筑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公共厕所。这边倒确实是公共厕所，但是是锁着门的公共厕所。这就还是没有水。绕了一圈啊，在这边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那个地方，那种喷淋在滴水。其实我可以把那个桶啊放到那个地方接，这样的话我一半的水的话可能接个两桶就满了，其实是可以的，说干就干，哪那么多废话，说干就干。那咱们就先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，把我们的水桶给拿出来。哎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呀，那这样就太好了。这头没法动了，但这样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里边的。